姑才是君上，名正言顺的，谁看到姑的污点，谁就得死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杀光群臣，姑再聘群臣。你疯了！ 这一切有何用？你以为我稀罕你的爵位吗？一直以来，你什么都有，而我呢？我只要经历，但是到最后。 什么都没得到，为什么要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？ 是为年来破厮杀，引烛发簪赠君别。